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。那我遇到异色的青铜钟，那这个非常不明显啊，它比较飞不见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是大量出现嘛，就一样刷60只加异色几率嘛。哦，这个超不明显的，前面那只就刷不见了，这我不好没有错过过。异色青铜钟 get 到者，哦，那个青铜钟可能有很多地方可以刷得到，觉得目前这个是我看到比较好刷的一个。那这位置是在那个双抹山冰柜镇的左上，双抹山的右上。北第三区的右下，哇，最平的地方，其他要么是山，要么是不知道在哪里找不到。给大家看一下图鉴啊。看图鉴是蛮明显的啊，可是那个一个光影变化可能就会认不出来之类的。你要不要把它放出来啊？再比对一下。那这个地方的刷法的话，就在这边野餐嘛，也没什么太特别的。那我先把它放出来。呵呵呵，这真的分得出来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，突然觉得这只怎么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这如果没有旁边有一只对比，应该。还是就没有蓝色的元素在里面，比较绿的，好吧，也是一个蛮考验眼力的。这样有对比还蛮清楚的，可是远远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分了。哦，总之抓到了。那目前抓到了异色宝可梦的话。上一只是那个毒龙爪，哦，毒爪龙，智慧星，这两只都是主板限定的吧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青铜钟 ，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